队友看来我12分钟把对面二塔都推了，还是一把多兰剑，也是疯狂飙级，叫我回家出装，当然我也是装了一把。怎么回城啊？这牌不死不回城，你们猜最后打到多少钱才回的城？一躲我 W 大树来了，点燃好像汤姆死，但他以为他死了，嘿嘿嘿。一个大树身上没蓝的，知道我来干嘛的吧？先蓝丢个眼，等他过来。来了，他好像看到我这个眼了吧？还敢打？就觉得我残血了，不管来抓是吧？浮出来支援了，但对面船长也来了，我只能先跑一下，我状态太差了。永恩也来了，这必须得上了，要不然就慢了。要死要死，闪现跑路，我不能死，才一千四，我不想回家。我们在这边等着看情况吧，等他用风再去捅他。船长没有一技能也追不上他。回到线上，因为红 buff 的原因，所以现在是满血。见面一捅，残了，他直接回城补给了，满状态出来。现在2600块钱，没蓝了，但身上还有个小饼干。吃小饼干上去打，挂上铁蓝，捅一枪。哎呦，这下没蓝没饼干了。兄弟们苏醒了，猎杀时刻，就你杀我的是吧？先杀船长报个仇，现在没有人挡了对吧？这船长挺弱呀，有啊，现在谁也不怕，我一把多兰剑都谁都不怕。先走位多嘎，还有谁都跟我一起上。下路过来了，大树支持了，卢锡安三个人，无敌了，游戏结束。